脏啊！来，我来给你盛，来，吃你的，哎呦，来，爸，我来不来？上茅房，干什么事儿都那么磨叽。爸，我特别苦啊，可是压了我的亲命了。大锤呀！署长，啊，这人事部醒都三天了。哎呀，事儿全赶在一块儿了，可不是吗？我这刚办完丧事儿，车掌柜又不行了。您说这北京城的大夫该请的都请了，全没辙，就差那个张宗汉了。这张宗汉也是，早不在晚不在，偏这节骨眼儿不在。哎，行，哎，快着，大火礼社，走。快点！哎，停！哎，长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我们署长啊，署长，我们署长坐车什么时候给钱？滚！哟，文先生，呀，干嘛先生？这是于署长，我这上街转转，看看房，不是要开诊所吗？开诊所找房，我帮您忙。您现在得帮我一忙。我能帮您什么忙啊？除了看病，我不会别的。我找您帮忙不就是看病吗？啊，麻利儿，您给我救一病人家，快快报！哎呦，来晚了！干爹呀！你来干什么？我一听说我就给您请大夫去了，没想到您走得这么快，您。干爹呀，我干爹呀！署长，干爹，你怎么跪下？干爹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呀？署长，干爹，玉雪，我来了就让我再看一眼呢。哎，对了，菊花，文大夫是个神医，你好歹让文大夫看看呀。神医就能起死回生啊？你们就赶紧走吧，我爸这都入殓了，还神医呢，神仙也没用了。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，以后也甭来。哎，我说玉兄，这本家好像跟你有仇啊。就是有仇，憋死找不痛快。不是，那我干妈呢？我得看看我干妈呀。我妈她不爱见你。那好吧，菊花，我可是好心好意来的。反正我干爹已经入殓了，我也不在这儿添乱了。那文大夫，让你白跑一趟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等。我听说令尊得的是急症，三天不省人事了。我是一心来救人的，我想问问，你爹什么时候入的殓？刚入的殓，还没下钉子呢。你有辙啊？未必没有。兄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能救我干爹？那你总得让我看看人吧。你别神吹了，这都入殓了，还瞎折腾啊！
你的意思是不想让我救人了？不是，干妈，干妈，干妈，这位先生，你过来看吧。哎，哎妈，哎呦妈！人我能救活，那你就救。你要是敢折腾我爸，玉花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种事儿怎么能开玩笑？那倒是赶紧救啊！这没问题，不过得先付给我3块大洋的号脉钱。什么？你没救人你就先要钱啊你？对啊，这是我行医的规矩。我再问，这可是我干爹这个。对不住，谁也不能破坏我行医的规矩。妈，他就是一骗子。玉花他爸，对不住你，让你受惊扰了。哎，你赶紧打开，病人会憋死的。你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怕惊扰了我爸，我打折你的狗腿，你信不信？不，你这位先生，我们家刚死了人，都很难过，请你自重，不要惊扰亡灵，你走吧。夫人，我是大夫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岂能是儿戏？我告诉你，病人虽然四肢发凉，但是鼻孔张大，下阴上有体温。如果不把棺材打开，人就没救了。打开吧！你让你救谁救活命啊！你给我出去！开棺材吧！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。干什么？干爹，菊花他爸，师傅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了？哎，爸，我怎么了？菊花他爸，爸，活了，真的活了，活了，真活了，太神了！没事了，缓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干爹，文先生，哎，菊花，哎，来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不敢，敢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干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文先生是兄弟，不用这样。是，打开棺材救活人，您这是起死回生啊！我们全家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我这哪能起死回生啊？是老先生啊，病不该绝。文先生，还是要感谢您救了我爸爸的命。哟，脾气改了，不再哄我了。
哪能啊？刚才那是误会，您快坐吧。坐坐坐坐坐坐。来来来。哎呀。啊，对，您抽烟。啊，我没这个事哈。那。啊，那我给您沏茶。干妈，刚才我一听说我干爹这事儿啊，我案子都不办了，我立马我找文先生去了。文先生那朋友，拔腿就跟我来了，来正是时候吧。菊花是不是？多亏了我们署长，我谢谢您。您看您这话不说远了吗？文先生，您喝水。刚才你可真够厉害的，还要拿棍子打折我的狗腿呢。不知不怪罪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。不怪不怪，我是跟他开玩笑的。哎，文先生，我爸他得的到底有什么病啊？哦，这种病啊叫失觉症。失觉症？对。没听过呀。啊，失觉症啊，就是经络气血堵了，阳气不通，导致着阴气上升不降，所以啊，这人啊看着就跟死了似的。好在你爹呀。是阳气入阴还有救，如果是阴气入阳的话，就是扁鹊在世，那也没救了。啊，文先生，你可真是神了。来子，文先生，您救了我的当家的，这是我们一点谢忱，请您收下吧。这钱我可不能收，我已经收了三块大洋的号脉钱，额外的绝不再收了。别呀，救命之恩千金难谢，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，您收下吧，文先生。心意我可以领了，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。你收下，收下吧，菊花大妈。文先生，菊花大妈，人家不要你，别勉强人家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好了，好了。这见钱眼开的东西。那。这呀是还给你的三块钱。哎，这我干爹，我这不是应该花的吗？我们家不领你这份情。不是我干爹，菊花啊，世勋不是外人啊，这钱他该花。行了吧你？你看我干爹说什么？嘿，他还不收。你爱要不要？哎，别说我没还你啊。还不领情。